韩国女团不断推出，但 TWICE 的人气仍然是居高不下。 TWICE 将于2月2日推出全新音乐作品 I Got You， 其中最受台湾粉丝瞩目的成员周子瑜过去曾传出遭到公司冷落，引起热烈讨论。不过自最新曝光的影片来看，周子瑜站的位置离最中间核心的 C 位非常近，而且还有头靠头的动作，相当显眼。相较于过去比较常站在最边边，这次反差很大。影片中周子瑜的美丽在升级，整体的造型风格像是洋娃娃一样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 ，Jackie Wu 宪哥来了。我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。我是小 S。我是姜文雄，是欧巴桑陈美凤。我是黄静莹。我是郑武成。我是山田腾。我是你的 Weekend Boyfriend Kevin 廖博雅。我是艾薇。我是兰兰。我是魏渊。我是林真义。我是志新。我是陈君。我是沈周韶。圣诞跨年又到了，你们想好圣诞跨年要去哪里过了吗？想要获得我的圣诞跨年交换礼物吗？冰红的话呢，有准备的礼物要跟大家交换一下，用点心思，用点情感准备的，厉害啦！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或是上三立新闻网参加投票，请到三立新闻网来投票参加，上三立新闻网投票。就有机会获得我的交换礼物哦！加入我们的交换礼物，我的礼物非常好哦，很健康，很有 feel 的礼物哦！赶快下载，祝你得奖！